请继续将镜头拭来嘉义市，要来看是由中华儿童资讯协会和中华资讯新生教育协会联合所举办的本家地区103年度儿童资讯新生比赛。六号选额是伫咧嘉义市的长青园盛大来举行，来自本家地区包括幼稚园、各国小，总共有108人参加，竞争会当讲是10分的激烈。比赛除了小选手之外，嘛有真侪人是由胡彪清和老师陪同前来参加。伫咧比赛开始进行哦，每一位学生囡仔伫咧家长和老师的加油声当中，努力来做准备，希望会当伫咧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由监考老师亲自放下考试卷，伫裁判长的鼻声响起，参加比赛学生已并过考试卷，宣告比赛正式开始。由中华儿童资讯协会和中华资讯新生教育协会联合举办的103年度资讯生比赛，六号在中青园盛大举行，包括前青辅会主委陈义珍、嘉义市议员吴乐辉等贵宾，拢亲自到场替学生加油。主办单位表示，资讯生对提高学生数学能力、增进头脑记忆力、反应力和专注力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也希望借由比赛，让学生珠心算的能力更上一层楼。珠心算程度越强的人，他的数学能力更能提高，不但是数学能力很好，他的记忆力、反应力以及他的专注力都比较好。因此，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数理方面以及他的脑力比较强，所以举办这个比赛，鼓励我们的孩子努力把这个珠算学到段位程度。那身为珠心算的爱好者的家长哦，很高兴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因为其实珠心算不但可以哈开发孩子的记忆，它也可以开发潜能，让孩子在数理的运算当中可以更强更好。所以我希望更多人可以来喜欢这样的才艺。主办单位表示，近几年来受到少子化趋势影响，真侪父母更加重视囡仔基础教育。珠心算是数学基础上直接有效的方式。在比赛会中，也颁发平常时教学认真优良、对推广珠心算有功的教师奖，感谢老师对珠心算推广的心得。新闻电话屏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第一个奖学金。